秀场播报90秒，与你一起赶新潮。Hello， 腾讯视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英特万刘宇。北京时间15点，来看看在棋盘格风靡的当下，被称为神仙设计的小众设计师品牌 Isabel Marron 混搭是它的时髦灵感之一，强调舒适的同时，依然保持自我行律，赋予时装的全新可能。在各大杂志中都能看到罗意威的身影，品牌也凭借精湛的手工艺、品牌创新能力，获得了大家的喜爱。Puzzle、小象包、编织包都成为都市年轻人的 dream bag。北京时间17:30，云秀场，罗意威新一季，关注起来吧。三宅一生品牌一直以无结构模式进行设计，六格包更是成为经典单品。北京时间18:30，品牌新系列发布，可以期待一下吧。